退出以后，那他并没有反民进党啊，为什么他现在跳出来反民进党呢？就是他看到民进党的腐化堕落嘛，就我们当初是要亲民爱民呢，对不对？要清廉执政呢，你看现在刚刚讲那个蛋，百姓买到的蛋是坏掉的，讲出来就要被去查水表，对不对？这个政府已经堕落到这个，对不对？他只是他有受到邀请哦，我想打电话给他，为什么他不邀请我一起去抗议哦？其实我很早就跳出来去跟骂民进党了嘛，因为我很早就看出民进党真的是堕落嘛，你知道吗？民进党的贪污腐化跟以前我们那个真的差太多嘛。